在展会上主要是推广新疆的旅游，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新疆，认识新疆，专门是为了我们这次展会。我们玩转南疆8天游，价钱打了6-7折的。我们今天不仅有两边共同带来的汉服体验，同时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文化，以及我们后面的这个打卡区，明天会有禅花和绒花进场，还有点茶。那今天呢，主要就是跟大家首先来一个亮相，有一个汉服的体验，也期待大家能够穿着汉服走向世界去旅行。